怎么这么大个医院，连个看病的医生都没有，连一个懂西医的医生也没有啊？不会呢，这老是这样，医疗器械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西医大夫实在太难找了。这对夫妇俩，他的媳妇怀了娃，但是不知道得了什么怪毛病，整夜整夜心口疼，中医也看不了。他们本来是要去省城看西医的。你看着，这人命关天呢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干嘛去啊？去省城啊！哎呀，你不能走，你这么走要一个月才能到呢。你二十七岁后你在这等我，好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给你请来最好的西医，最好的大夫，在这等我，好吧？全中国哪儿的大夫最好？北平、上海，去上海吧。跟查理联络过，他打听到上海有家私人医院，有两个医生可能可以配合。这家医院可靠吗？挂号难的都是好医院。那在这儿吧，动手。我真的替你鸣不平啊。以您现在的医术跟资历，你应该是科室主任的。哎呀，说来惭愧啊，我的学术论文发表有限啊。这个我可以帮助您。您怎么帮我啊？光华医学杂志您知道吗？啊，知道啊。我有亲戚是主编。实不相瞒，主编本人现在就在你们医院做医学调研。那你现在带我去啊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。我问完你一个问题我就走。你说吧。人的脑子什么地方最脆弱？是后脑。什么地方？后脑这儿。我们之所以在私立医院工作，只是因为他待遇好，对钱看重那也是有的。再说了，如今这个时代，朝不保夕的只有钱才是最可靠的东西啊。你需要多少人？这我没想，越多越好，把医院整个办公室都搞起来。这样，两位医生，我出钱，好吧？我出十倍的价钱签约，只要你们肯去，行吗？我们工资比较高，每个月60块钱。我出十倍，600亿，行吗？真的？只要你们二位明天能够配合，怎么都行，行吗？上海市卫生局第18号文件，经查。上海市贝当路私立医院大医京城人心人数特决定，嘉奖院长黄景飞1000块大洋，各科室主任每人奖金500块大洋。同时责令医院抽调14名专家去重庆指导工作，帮助当地医疗机构立即执行。中国足球是日本人的地方，要是有什么问题我来对付。 OK。徐家汇大教堂的火娃的身后，这是一次人道主义救援，请你们把路让开。老吴，不行，过不去了，咱们只能死着，但是必须得把大夫送去。干了，干了。卡车里是什么人？卡车里的都是急需被转移的非结核病人。就算是病人也要查查。那就好。查理，怎么就放行了？